哎呀喂，差一点可以跌倒，四康宝，七康宝，灌过去了，各位 ，Holy shit！ 我告诉各位，三藏只要在我手里啊，那个队伍啊，编不完啊，成千上万的队伍啊，编不完啊，编不完，真的编不完，真的真的是编不完，不相信是不是？马上编一堆给你看。哎，是不是放错了？没有错，内行的就看得懂我这队到底强在哪边。内行就看得懂我这个强在哪边。马上示范一下八角马骑士梦野级的任务，在没有合体的状态下，到底这队还是不是一样强呢？我告诉你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一强还有一强强啊！看好哦。其实我编这队伍以一当百的各位，已经很多人都知道我要玩什么了，对吧？对吧？看看哦，我的攻击力多少？三控五控呢？多 OP 是不是？示范给各位看。不小心出，故意的。哎呀，真是不小心的，削到了。阿娘喂，看到这个攻击力没有？在我手里啊，成千上万的队伍可以编到你他妈脸歪掉。善用手中的卡牌，发挥最大的效益啊，就是我、啊、平民百姓啊。看到没有？看到这个威力没有？啊？看到没有？没胡乱吧？谁说放路西法没有用？我放给你看。啊，没有人说哦，对不起，误会了。舒服啊！太 OP 了，这简直就是变态型队伍嘛！啊，什么平民百姓？你要直接这样打吗？你会不会死掉、啊？四 combo、欸、啊，天降！这个不碾过去才难。看到一只伤害值多少了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你有看到吗？啊，麦克风，你有看到吗？一只伤害多少？看不清楚是不是？啊，我再示范自己看。你不跳是不给面子是不是？我要示范给你看、欸、看一只伤害多少。平民三到五嘛，一 combo 两 combo 三 combo 叠珠三 combo 对不起，四 combo 对不起，那是意外。一只五十五万啊，各位，这个是什么鬼啊？啊，工伤三藏是不是？对啊，刚刚抽到工伤一件。哎呀，这我是完啊，现在看看一只多少、为什么少35万？哦，因为没有强化腐蚀。八凤凰攻击力高，漂亮，有没有看到？路西法会吸八凤哦，不是，我没有要吸，我没有要吸，没有合体，没有凤凰，你根本就在刁难我嘛，乱讲，干脆说没有长三藏就好了。你选攻击力最高的啦。你选攻击力最高了，了解哦。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四 combo。哎呀，断心断光珠有没有看到？你看，谁说不会断的？超会断的，我跟你讲，尤其是平民百姓玩特别会断，相信百姓玩三魔之塔超会断，全部时光图就是平民百姓最会断。哎，七大神鹰都是这样来的。哦，开起来打水油是不是？欸、不用关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 ，OK 的 ，OK 的。因为开了我不能关，你知道？啊？开了我不能关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3050啦，应观众要求，咱们来吸一波好了。我要3050哈，来，应观众要求啦，唐三藏主动技我要放弃了，我确认一下，三零。
除以二，1525 OK， 所以等于是我最大攻击力给全部队友，最大攻击再吸给露西吧，这一下去就是多少？12200，哇！我去，这是露西法吗？太强大了！这个有防御力这种东西吗？应该是直接灌过去吧？啊？一支100多万哎、欸！啊？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平民百姓玩露西，没看过人家这样玩吧？啊，这一台你就看得到了，还算给你看了。来，我试试看哦，我们来试看两组光珠灌不灌得过去。哎呀喂，差一点可以跌倒，4 combo 7 combo。灌过去了，各位 ，Holy shit！ 我刚刚花了几分几秒，对不起。哎，已经录2个小时多了，对不起，这样没办法算。我刚本来 要玩奥运的那个梗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样有没有舒服？这样有没有舒服？爆音了，对不起，这样有没有舒服？有用吗？注意看哦，还有5回合，等下记得关掉。哎，开关技能这个我就会控了，控了，控了。啊，灌过去啊！太变态了，谁说入戏法没有用了？啊？啊啊！没有人说，对不起。哇操！怎么没想到这样放？开玩笑，我说了，来这一台，你个看到你看不到的啊！啊，谁说要合体？不用啊！12200的攻击力，妈夸他们冰冻怪体进去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一台啦，没错，平民百姓时光台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啊，跟高手之间的交流啊！啊，在说自己的不是啊，我是说观众之间互相的交流，不是在说我是高手。不要替我戴帽子，我没有说我是高手啊。哦，这个攻击力，太变态了！好里变，好里态，这样有没有觉得这队好用？破防，刚刚有人说破防马上10分，当然你可以放白玉也 OK。在你送嘛，对不对？来这边玩开游戏，就是玩开心的嘛，是不是？我后面还不需不需要？不需要了嘛，后面不需要破防了嘛，就可以关掉了。OK 吗？所以等于是什么？我有只 CD8 的破防脚啊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。CD8 的破防脚了，你就这样看就好了。OK 哦。问题是他开了就一直破防哦，啊，他关不掉哈，趁现在赶快关一关，趁现在赶快跳一跳，跳一跳。OK 了哈、哦。他是拿来破防的哦，注意哦，没有破防就不要这样玩了。附加消除是怕他技能重置啊，技能重置就有影响了。常驻8分钟。白俊真跟小姐说的一样有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丢不丢？知道八分网还有什么作用吗？应该不用我解释了吧？是不是？水房才120万，个人觉得还好啊。下次我破一个更高的120万，我刚是打180万了。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VOD， 我心算应该没有算错。八凤凰应该拿来怎么用？应该有人知道。好，直接撸哈。嗨，应该人知道八凤凰怎么用。看到没有？开火关整体伤害不是一样吗？我就是破防啊。所以我说他是给你一个常驻破防脚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哎、欸，你没有水油的时候怎么办？不，你没有火油的时候怎么办？你没有暗翼界怎么办？你没有破防脚，这一队没有破防脚怎么办？就是路西法 ，You know，good。
不是讲脏话 ，good good good， 懂吗？就是路西法破法，善用手动卡牌发挥最大效益。就像当初我拜月跟唐雨搭起，那不懂的，我不讲谁，不懂的一直讲说拜月跟雨放在一起是不是冲突不能用，我还示范叫怪物帮我关技能呢，开玩笑，你看这白眼翻成这样，有没有？是知道现在怎么做了哈？糟糕，唐三藏不能开。我想一下，确认一下技能。我们来试试看好了，看这个唐三藏两倍会不会有？一定没有在别台看过，就是这一台了。因为有些时候可以开，有些时候不能开。就我所知啊，你知道开了别字再开八风一定是开不了，所以我先开八风，漂亮，再开唐三藏，可以开耶！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没有坚持，他有两倍伤，他有两倍伤，没有坚持啊，还有两倍伤啊！哎，别台看不到，这一台，这一台。因为这台都在乱玩，看到没有？没有人想过吧？没有人想过吧？凌晨两点谁会去想到这个？没有人会想到，我自己都想不到。底下确认一下，间距啊，间距啊，啊有没有？间距应该无限，但两倍还在，看到没有？输出差不多，怎么可能差不多？减80%跟减20%，那个不是差不多啊，那个是天与地的差别啊！不相信是不是？不相信是不是？我架基础光1、2、3、4，这五颗光作为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我们玩个刺激一点的，玩个刺激一点的。刚才剩刚才小熊了，不要，这样太刺激，人会死掉，这样会死掉。我看一下这个可以不开，不行的，这个已经不能开了，都不能开了，都不能开了。好了，反正有间距了，无所谓了，一波气帮我刷过去，我们这样看看，全部开，一波气刷过去，暗会尖光，不要消光，为什么不要消光？暗会间距光，没有啊，暗间光80%啊，对啊 ，OK 啊，不能再间了，对啊，对啊，不能再间了，好，一波切，不切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没错。那我们看这一对啊，这五颗光柱到底有多强啊？完全没想到，你奶奶只有一组光柱，只有一组光柱无 combo， 这就是平民百姓啊！看一下，一组光柱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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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、hey， 哦，呜，622万，一组光柱，手残，不好意思，刚手残，真的手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的旁边还有个铃铛，按下去将会收到我的哦，不是红包，最新的消息。对，我是平民百姓，新年快乐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